乐哥，你平常是怎么样选择你要开哪一台车？平常就这样选择、啊。哦，第一我会看天气啊，我会看天气。如果下雨，我就通常一定不会开这一台。这是我人生第一台电车。我以前是很讨厌电车。从这一台回来以后，这一台就很小在动。我在他回来之前，其实我没有很期待。我第一天去拿车以后，我试一下跟他道个歉。真的很好开，听说这台是最接近引擎感觉的电车，所以我就买了。Gucci stole $100,000, that's just in a day. Always cheating, I'm a dog, think I need a cage. Savage loaded, chips and dip, I'm not talking about Lays. Throwback raps, call them retros, I'm not talking about Jays. Bang outside, hang outside. Don't come out the house, cause the gang outside. 我现在跟以前开车的态度有点不一样。就以前可能，第一你会喜欢帅的车嘛，第二就是喜欢吵的车。以前的我开车就是享受，但现在对车的要求跟需求跟目的性不一样。我觉得这台车最好是，我不是卖广告啊，因为这台车是不要讲的，我好像是我帮他卖广告，这台车是我的，这台车是我自己的。他的出现有一点改变我对车的定义，就是说 ，OK， 我以前不喜欢电车，我觉得电车就是没有车的灵魂，就没有引擎，没有那个心脏。到我他出这一步，然后去尝试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的答案就是人生需要尝试，你不能永远都被自己的一些所谓的包袱也好，自己的见解也好，去阻止你自己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这两年我就是一直在尝试新的东西。我从一个电脑白痴到现在做了 NFT， 从完全不喜欢电车到开电车，人生就会这样子。对，我原本这台车的定金，是用来定 GT3。哦，这台就是 GT3。嗯，我是用来买 GT3 的、啊。我是后来看到这台车了，哎呀，我后来才从 GT3 转到这台车的，可能是刚好。我的需求，我的对于车的态度、心情不一样。我觉得这台车，我觉得我买得更开心。嗯，重点是我很常会想东西，然后想东西的时候，你就想安静。你看，就很安静，但又不会不好看。但是我还是会对好看有一个很坚持的地方。综合各种，你说它不快吗？真的很快，真的就是电车很快啊！你看，哇，OK 吧 ？OK 吧？我觉得我而且是普通 mall， 如果 sport， 就很快啊！它加速本来就很快，因为电车嘛，电车大家都知道加速是。快的，它那个贴背感，对，就是赛车的感觉。你要快就很快啊，可以很快，就是它很方便，很灵活这样。我觉得啦，我自己开很多不一样的车，台感又很好，不会很轻啊，不会让你觉得很不扎实。不扎实的感觉是开起来很那个安全感，
那也是那种安全感。我们就停这边前面就可以了。那边，今天来到保时捷的车厂，就是我们要你有东西有看得比我快吗？这一次因为打着你的名字，先去看了一个厉害的东西。这台吗？不是，不是 GT3 哦。哦，这台就是 GT3，但是不是这一台，它是上上礼拜才刚刚来到台湾，刚下港。我们右边，今天就是那个 Porsche 的人，等一下他会来负责跟你介绍。这位就是要带着介绍看的这一台车。欢迎来到那个保时捷展示中心。那你知道我们今天来是要看一台非常特别的车。好，这是保时捷，对对对，它是在台湾五十周年的独步纪念款。对，所以我们有耗时大概两年的时间来跟德国原厂打造这台车。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把那个车布给掀起来看看。哎呦！好。那你可以先欣赏一下，对对对，这个颜色呢，其实就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Irish Green，那它是保时捷创办人 Ferry Porsche 他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车色。哎呦，那因为后来呢，也这个颜色呢也很常被这个 Porsche 的 family 来选用，所以它也有一个就是民间的名字叫做 Royal Color，就是皇家的这个颜色。对，它是 Carrera GTS 的这个车型。是最新992的版本，这样子。这是五十周年吗？对，这个五十周年，我们待会会先介绍一些小的细节。不是有那个？对对对，在那个中间不要破梗，我们等一下会慢慢介绍。是吧？没有，其实我在 YouTube 已经有看了，但没有看过真车，没有看过真车。Okay, okay. 对，那 Irish Green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fact， 就是说它在2017年的时候，全球刚好交车的第100万台的911，那当时的选色也就是 Irish Green。那 Irish Green 其实到台湾就平常没得选配，这个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比较少人选择。对对对，我们也帮 Irish Green 选了一个就是中文名字叫做层峰绿，它就是层层山峰的这个层峰绿色。那主要也是希望很绿的绿，对，它其实是树叶的绿。山脉的绿，山脉的绿，对，因为台湾其实有 70% 的面积都是山脉，对对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它有这样的一个永续的寓意。那这个拉花呢？它其实是台湾的轮廓线，然后我们把它拆开，所以它其实是台湾的海岸线，这样子把它拆开成一个长形。然后这个 Porsche 的字样在中间，它的寓意就是 Porsche in Taiwan，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只有台湾有这个拉花。对，这个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就是有用这种话术，又用这种话术，你们真的是，哎，那这边车框其实也有施以这个这样的饰条，也是 Irish Green 的层峰绿，对，它那个边，对啊对啊，稍后也可以进到车子里面去看一下。中间的中央置物箱，它上面就是有50的这个我们特别设计的灰饰，就在中央的置物箱上。OK， 好。What？ 哦，这个配色里面的配色，喜欢吧？对，好啦，你们说我为什么不早一点跟我说？太吵了，吵到你们收不到音。这个引擎声不错，似曾相识，以前的声音。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要带你看一下。哦，好，就是后侧车窗这边，其实有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贴纸，它上面写的是德文 Sonderwunsch， Sonderwunsch 的英文的意思呢，就是 Special Wish。所以当你的车主有特别的需求，比如说你想要在上面刻自己的名字啊，或是你有一个特别的有纪念性的颜色，对，它就像是一个 Product Manager， 你把客人当做 Product Manager 去跟德国原厂的设计对沟通，然后一起去打造。所以原厂会授权给官方去帮你
客，就是原厂帮你跟你跟去改改改。对对对对对。比如说呢？像比如说你的车子的皮啊，也可以改啊，你改不同的皮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是再拿回去啊。没有，他在原厂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帮你改好以后才会拿出来。哦、比如说你有这个 coater。对，你有这个 quarter， 你已经有 quarter，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去想你的车怎么样去用。对对对，有几种 scenario 了，一种就是你还没有拿到车的时候，你就是先在原厂改，然后跟他沟通完以后，他改好给你，直接改完过来。另外一种就是你已经有一台车，你要在他们调整的话，也是可以再送回原厂跟他们沟通再改。就比如说这台来了以后，你想要调整，想要调整，比如说我想拉耳花。对，类似的，对对对，就送回去，对，或是你把你 Zombie Club 的东西放在上面也是可以的，对，那太危险，这个选配，那太危险，对对对，哦，这个选择呢，那个贴纸我先拿下。这 service 台湾其实目前非常的少人去选择，它主要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先报价。他是在你全部做好了以后，果然是很诚实，都可以要诚实以待。东西都是羊毛出自羊身上，对对对。你有见过最夸张会做什么？我有听过是用指纹去开行李箱，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是行李箱盖，那你不用从钥匙或者什么地方，你用手压上去，它就会开，用指纹。就是目前听过比较特别的一个听到的觉得做法就是这样子，何必呢？何必呢？那有 quota 吗？对，它应该有一定的 quota， 可是现在因为这个东西是比较隐藏版，所以它并没有一个很隐藏版的，我懂。对对对，它并没有数字是不会公布出来的，对，没有很官方的，只能跟你说很难，不容易，不容易啊，很会，你是 PR 吧？这么会用词。我先说好了，我平常的车九成都是黑色的，跟灰，只有黑跟灰，我这个宇宙里面的车，我的世界里面的车。但是，我近几年改变，我心态有点改变，我会比较接受 classic color。你会看到以前年代可能他们的经典的颜色，比如说像这种啊，像那种 off white 啊。比较米白米白的，因为我以前是没有办法接受一台车是不是黑色跟灰色，跟灰。对对对，我比较保守。如果你只给我看那个色票，色卡我不一定敢啊。但有的时候你就是要看到有车到本人，本人比照片漂亮，没有 P 图。对，就这个很重要，就是这台车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我很怕别人拆我的车，我超级无敌介意，因为 OK， 你要改一个这个，你可能这个要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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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出来哦，然后就会啪啪啪啪，那个我就哇哇哇，我没办法，我会很痛。对，很痛。所以为什么我需要最好就是不要修改，对，你回来就怎么样就怎么样。会，我最能接受就是换轮胎而已。因为穿鞋不会不用开刀啊，那个是开刀啊，直接开完以后在里面这样弄完，你要再缝起来，这样哦，很痛很痛。有品味的人会喜欢，谢谢。可能我们三个人的年纪都差不多，我觉得跟年纪有关系，绝对有关系。现在就是需要一个性格很好、稳定的女朋友。然后这边他们其实有准备一个小礼物，是想要也送给 Inside Out 的粉丝。什么礼物？买这个。先过目一下啊，看 O 不 OK。哎呦。旧的911模型，在送这个小礼物给粉丝之前呢，我们也有准备小的几个 fun fact about Porsche 的，然后最后来看看，身为车迷，身为车主的，哇，可不可以来尝试回答看看？哇，你还跟我说年份啊？我猜57，还有没有另外一种选择？63。
恭喜正确。答案是1963年。对，武器要么就63。保时捷什么时候制造第一辆混合动力汽车？1900吧。恭喜正确，真的。早期其实在台湾呢，对进口车限制很多，然后政府也没有固定的车辆配额。请问当时可以用什么样的管道，将更多的保时捷引进到台湾 ？C 啊，这个 C 是一个比较近代的做法。那在比较早以前的话，答案是 B， 请驻台美军协助买入。对，但是这题问的重点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对于进口车的这个限制可以放宽一点点。为什么要放在我这个节目里面说呢？倒数第二题，请问保时捷的品牌精神为何？我觉得是 A， timeless 很重要。Porsche 在当代当中创造了 timeless 的价值，但是呢，在最初的时候 ，Porsche 的创办人 Ferry Porsche 的精神是 Dreamers on， 就是他想要支持那些努力不懈来达成梦想的人。最后一题就是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了。我们50周年纪念车款所选用的橙风绿，起源又为何呢？哎，那是那时候欧洲最尊贵的颜色。B， 保时捷创办人家族最爱用的颜色。肯定是创办人，想都不用想了吧。正确答案。那怎么可能是为别人？那肯定是为自己啊。结束了，结束了，好，他了，好 ，Season Two， 我们 Season Three 再见。拜。对，也没有 Season Three 了，拜。太累了，累死。日本，我要去。日本，不错。你找 sponsor 你。你找日本。来，我给你一个月时间。OK， 你找 sponsor 回来啊。这个，你找到我就去啊。要 sponsor。上次好好说。我跟你讲，尤其跟他拍，真的有够累。为什么？你还问我为什么？你这啊，你不在美国。没在停的，其他人都在你的 cameraman 睡觉啊。阿乐，来，这一狂拍耶。再见。Season three。没有。